这个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基隆的知名景点潮境公园。我们可以看到稍早呢，在潮境公园这里其实原本是没有下雨的，不过现在呢雨势开始逐渐的增强了，而且呢伴随着这个强劲的风一阵一阵吹来。而根据中央气象署已经测得了，在基隆这边已经达到了8级的阵风。那另外呢，在潮境公园这边的浪况呢，其实呢这个浪呢是逐渐的就是不断的拍打在这个沿岸，掀起了很高的浪高。那早上6点钟的时候呢，其实海巡人员就已经到现场这边来戒备，就是担心会有民众来到这边看海观浪。那我们来请教一下所长，目前呢我们这个海象是如何？今天的浪况差不多6至7米啊，那风力的话差不多8级风左右。那因为早上就是海巡署是6点钟的时候就到这边了，那有民众来到这边要观浪？我们这个区块呢，我们6点就开始实施那个民众岸际劝移的工作。那已经有先前已经有劝移些许的民众，今天还是有民众来观浪。那像看上次山陀儿台风相比，是不是上次有更多人来这边？这一次是不是比较还好？对，今天就比较民众没有像上次这么多。谢谢所长，谢谢。我们可以听到呢，所长说呢，早上6点钟的时候，他们就到这里来，而也是有零星的民众来到这边观浪。但是呢，可能是因为上次山陀儿台风带来的风雨实在是太过强劲，因此呢，对比这一次康瑞台风来袭，在潮境公园这边，相比上一次是比较少民众来到这边看海观浪的。也提醒大家，如果出门在外，还是要注意自身安全。